可以控制得当。我说哦哦，这所以说这个老皮确定，我、哦、这也确实哦，亲身经历这个真的三宝就是大妈跟那个怎么讲阿嬷哦，这个次数是最多的，差点就看不到老皮开台了。对啊，差点就死在那个台北的马路上面了，很恐怖啦！什么大姨妈乱七八糟，然后当自己家哦，对啊，我觉得很恐怖诶，因为他们可能没有那种道路观念吧。我之前最严重的一次，因为最严重的一次是那个有一个大妈哦，她带她自己的小孩子，她小孩大概国小吧，然后那个大妈大概50几岁，然后就骑车直接从那个双黄线这样子切过来，逆向哦，逆向骑10公尺，然后我差点就被她这样撞下去了，我就觉得说，哎呦，真的是，然后她下车之后，你知道吗？下周大骂哦，就直接把我拉着哦，说不让我走，说你能骑车这样骑的啦，你是没看路是不是啦？然后他小孩就在哭，我说哎、欸，小姐，这不是蒋小姐有点狗腿啊，就说哎、欸、那个阿姨，就是你这样子对不对？这样那么危险哦，你这样跟我在那边吵，我就觉得说其实你这样子不是教坏你自己的小孩吗？哦，跨越双黄线逆向行驶哦，然后差点撞到人，我其实我的那个后照镜被撞掉了啦。我说你这样子还在那边大小声，对不对？那不好啊，对啊，所以说其实真的是要注意啦，哦，就是尤其是那个时候，对吧、啊？说我撞他就是我的错啊、哦，就问我撞他，所以是我的错，呵呵，这个真的是逻辑太棒了啊，逻辑真的太棒了，欧巴桑啊，对吧、啊？欧巴桑，我都叫阿姨啦，就说阿姨不好意思啊，你这样子吼、哦，真的不是很好，我这真是雨中带酸啊、哦，真的很酸，可能是早上吃的 CC 柠檬啊、哦，这个酸度大概有。来到这个 pH 值大概有九点多，快要10这样子。对啊，没有道路观念，很恐怖啦，我就觉得真的很恐怖啊。然后我跟他说："你真的要报警吗？你要报警，我真的可以哦。"然后他就一直要我赔后照镜的钱。我说："我这种不能赔你钱，你真的要的话，我们就直接叫警察来嘛。"然后后来他就是觉得说你这人怎么这样啊？就是骂完之后，他就自己骑车走了。然后我说："哎、欸。"后照镜撞坏，我后照镜也坏，又不是你后照镜坏，然后我就是后照镜，我后照镜也坏，也是花了好像600多块吧。对啊，我觉得说，哎，还是开车好了，开车至少对啊，至少就是还可以躲到车上面不下来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就说哎，不行不行，别冲杀啦啊！对啊，所以就自己要注意安全呐，就自己注意安全啦，交通还是很重要啦，你逞一时快，飙车就出事情就不好了。好啦。那我们现在还差多少啊？我看好像差那个玻璃嘛，然后上面还差一圈天花板跟我们的那个地板，OK，还差地板，所以我们还要再多弄一点点。这边24个，好了，我们少一些吧。雨中带茧是不是？哦，pH 低是酸啊？对，pH 好啦，我错了吗？啊，初音，我错了啊，pH 值越低越酸。啊、哦，pH 值二好吗？好，哦，三啦，不要这么酸嘛！哎呦，你们不要这么酸嘛！我现在我跟你讲，聊天室现在 pH 值已经来到这个三了、哦，已经快将近二了。你们再去酸下去就变强酸啦！哦，你们不要在聊天室那么酸嘛！我真的快受不了了。今天的 pH 值微酸，然后你们是文青系哦，每个人在那边搞文青，还有什么小雀酸啊、哦，小雀酸莫名其妙啊，那内啦哦，有时候然后讲错，因为你知道我这几天很累嘛。人有失手嘛，马有错蹄嘛，对不对？猴子爬树都会跌下来了，对呀、啊，你们这样子冷心对待这样实况组嘛，对不对？好了，我们现在今天晚上虽然说好像没解什么任务啊，最近这几个礼拜呢，我们空岛生存都没搞什么东西，就是在盖那个塔，不过花了4个小时，总算快要盖完了，然后现在就是装潢里面，想把里面装就是有点像是那种居家，然后。旁边一圈有没有突出去？我想要盖一些那个树的那个草，树丛啦，然后用树丛来拼那个围墙出现，好，拼围墙出现，所以没问题，好，没问题，好，我们现在继续弄，3V3V 啊，对啊，3V3V 啊，QK 安安，一切都是为了保险，保险什么东西？保险起见。各种小雀巢，哎呦，差点掉下去，没道理，好心人都要自认倒霉哦。哎，
就是这样啦。其实因为那老皮虽然说有时候对某些事情很执着，可是像这种事情，我就觉得说啊，算了啦，要不然怎么样？像之前我之前在一个那个回龙那边啊，被车撞。那时候我就是有一个小孩子在后面飙车嘛，然后他就直接从后面撞上来，然后我跟我朋友飞了10公尺这么远，飞到那就是我说天气冷，我的脚还会痛，对吧？那时候撞到还蛮也不算严重，但是就是说有受伤啦，有受伤。然后后来也是啊，就想说算了，我还包红包给他欸，因为他的摩托车全烂了，然后我的摩托车就是刹车的那个线断掉，对吧？就是我还包红包给他，我觉得说，哎，我这个人怎么这么的好啊？真是太好啦啊！真是太好啦！对啊，因为车子坏掉，好像高职吧，回龙那边那叫什么高中？那高中叫什么高中啊？就之前是麻辣鲜师那边拍，你知道吗？你们应该知道吧？麻辣鲜师在那个地方拍，回龙那个学校啦，很久以前的那个，偶像剧吗？我不知道那算不算偶像剧、欸？陆小曼嘛，暴龙嘛，哦，就在那边拍啦。哦，对，光启高中，哦，对，然后我在那边被他们撞，然后一下车的时候，他们还拿安全帽做事要打我，你知道吗？我说，哎呦，干，你知道你这是要干什么？你在干什么？我说，这啦，撞了，怎么骂我说，哎、欸，今天车祸了又不是你，是你同学，好不好？你事情没搞清楚，你帮同学这样乱叫嚣，对啊，我觉得说其实有时候还是要那个啦，遇到事情要冷静处理啊，不要那边大小声，哦，大小声。他却殊不知啊，那一天，老皮呢啊，跟另外一位朋友，那位朋友呢，他家是在住海边的啊，所以就是刚好一起是认识的朋友嘛。虽然说这样不代表说老皮住海边，就是说他家住海边，但是我家没住海边，只是因为是以前的朋友啊，然后感情还 OK， 只是说因为他家住海边嘛，所以他就顺理成章继承家族事业，也一起住海边。好，那就他那边大小声的时候，就站出来说：“不是多想。”然后就那个高中生，你知道吗？那个胖胖的高中生就你干嘛那么大声？瞬间气势减弱，我就觉得好好笑，就觉得说是不是遇到事情要冷静，遇到事情要冷静，不要那边大小声。好，如果哪天你们大小声遇到那边住海边的，是不是你只是没遇到而已啊？就是不要以为自己就是真的是。世界上就没有，哦，这真是很重要一件事情啊，这就是还是要那个啦，对啊，虽然最后坏事先处理好了，包红包给他，因为我听说他那天是他那个，因为他是好几个同学嘛，两三台车在那边跑，听说是他去打工啦，我想说啊，这也是很辛苦啦，人家也是很辛苦的，那读夜校打工，哦，也是应该家境看起来不是很好，所以他就是要做到很晚嘛，对不对？白天工作，好啦。算了啦，包个3000块红包给他，因为那时候我也在工作啦，所以其实还好啦。欸，我要做什么？我都忘记了啊！合适的。你说，所以说要住海边的朋友吗？不是啦，不是这样子哦、喔，因为不要因为这样子跑去交牌住海边的朋友，到时候你朋友叫你去签那个本票啊，叫你去弄高利贷。对啊，大小声哦、喔，你说我声音大小声吗？不是那大小声，谁跟你们讲大小声？我在讲说那个啦，讲说就是。大声声啊！你伫咧哦 ，OK 哦，你伫咧10点哦 ，OK 啊，答案差不多啦，我先把这个搞定吧。晚点还要去把那个 PPT 弄一下，明天演讲稿弄。讲完好笑，还好啦，承蒙你的那个关爱这样子。QK 播 A 片，因为那 A 片3000人看呢、欸，老皮今天玩 MCZ 2100人，2160，然后最高到2200啊，2300哦 ，QK 播个 A 片。3000多个、哦、我以后还是去一起播 A 片好了啦。哦，这个其实你也知道啊、哦，这个越做越伤心啦、啊。别人播 A 片就那么多人，我在那边使出浑身解数啊，把我这个朋友都挖出来了。哦，又动不动就是说，哎、欸，住海边哦 ，pH 值很酸。哦，这样才2000多人看啊，算了，脆心。你们说？跟大家分享开心吗？其实就很开心啊，我觉得就是有时候我们开台也是在做快乐啦，自己也开心啊。我跟观众聊一些东西，543啊，大家听得很开心，我也很开心啊，对不对？我也是很开心啊。就是工作郁闷啦、啊哦，这也是我会想去做下去的原因之一啊，哦、原因之一。改播 A 片，对啊，以后朝那个乐哥伟大的航道前进好了，我、哦、一起来播 A 片，大家一起来播。等一下，
东京很热，怒飙3000人。我现在就是烦恼，就是说老皮真的很不想要，就是为了去东京就买台笔电。对啊，我真的很想跟厂商借，就是说借台笔电。阿 QK 他又不帮我问，他就说什么他在忙，然后上礼拜说帮我问，就没有问。哎，到时候厂商不借，我要自己去买，然后花个5-6万块去买。不急，没有啦，就是现在就比较烦恼啦，因为去东京我也是去工作啦，啊，也是工作，也是蛮感谢的啦，蛮感谢 QQK 帮我介绍那个 UBI， 然后这次去东京应该是去做那个 UBI 的展场介绍，就是他们会有个游戏展，就这周展 UBI， 然后在东京那边，那我会跟 QQK 去，然后皮弟也会去。然后在那当中的话，我们会拍一些生活的一些影片啊，然后东京到底热不热，我就带个温度计去给各位看，哦，到底几度，哦，是不是很热，哦，我觉得那时候应该去应该很冷，因为已经12月多，所以应该是蛮冷的，哦，就是会去拍一些影片，然后做一些花絮回来给大家看，哦，其实 就大概这样吧。好啦，差不多了哈，我们再把最后的玻璃铺一铺，然后这边的石头的话可能还需要再弄多一点，反正我们没关系，我要弄个楼中楼嘛，所以就是先搁着啊，之后再慢慢设计，只是先铺个大概啦，先铺个大概。UBI Solve 对 UBI Solve 啊，就 UBI Solve 啊， UBI 的那个展场，我是希望可以玩到那个，我很想玩那个什么全境封锁，那就是好酷哦，对不对？你不觉得全境封锁很酷吗？如果可以的话，我是希望说可以玩玩看到一些没有曝光的作品啊，例如什么看门狗玩过啦，社交条大革命，还蛮想玩的。然后还有什么东西啊？一些比较新作啦，之前看到一些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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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极地战壕哦，极地战壕四哦，感觉好像也还不错。对啊，就如果到时候如果有机会的话，我去多拍一些给大家看。然后前一天出发的时候，我会给大家跟他说，你们大家想要看什么样的游戏？然后我会特别去多拍一些那个游戏的画面，或者是说玩的方法，然后玩给大家看。等于说去那边做实况啦，就去那边拍个实况给大家看啦。我希望说大家可以就是做互动，你们想看什么跟我讲的。全境封锁，对啊，要去那演讲啊，演讲就是在那个啊，演讲在那个菊花大学。至于是哪所大学，我就不方便讲了，我怕到时候被追杀，跑去被追杀。有人说银座素质比较高哦，真的？你们想要看银座吗？我是可以试试看去旁门口看一下，拍给你们看。但进去的话，我是不太 OK 啦，因为老皮生性胆小，好不好？就是有俗称的有色无胆，哎呦好色哦，但是没有胆子进去。对啊。什么声音吓死了？对啊，就有色无胆啊，所以我不知道你们要看的话，我可能要考虑一下。那我是希望说，你们想看什么跟我讲，然后我去拍，对吧？如果说能够到湘北，应该也蛮好玩的。我也想去湘北看看。湘北泡泡浴哦，泡泡浴怎么拍啊？泡泡浴他也不给你拍吧？3D 幕，什么电影追杀老皮去找学长 ，QQ 给我问哦。QK 他应该是蛮多那个的吧？我看那天他跟那个老坏那边聊，那个聊到这次整个都是出神入化啊，什么什么去哪里啊？去新加坡是不是？对啊，那什么什么小姐不做黑人，我说不是啊，就是说我们店里不做黑人。然后我说为什么我们店里不做黑人？因为小姐会坏掉。我说讲这种东西对不对？不大不顺哦，看来肯定是有很多经验，不然不会讲这种东西出来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哦 ，QK 哦，什么店里不做黑人，然后他那天还说什么他的台不做黑人，因为台会坏掉，我说真的是哦，嘎派郎伊那大塞，真的很夸张我觉得你们真的很夸张哦，这个我都不在台讲这种东西啊，你们在那边讲，这不好啊，是不是 QK 这样不好啊，对不对？到时候出问题怎么办？父母投诉怎么办？对不对？有人说拍东京女学生哦。我会考虑拍拍看，但是我是希望说拍他会经过他的同意，因为如果偷拍的话，你不觉得这样很像痴汉吗？对不对？那时候真的，人家就说，痴汉皮，以后回日本之后，大家都说我痴汉皮这样子。我从日本回来之后，然后说痴汉皮，不好啊，就不好了。所以是经过他们同意，然后跟他们一起合照。然后如果可以的话，顺便跟他们要他们的 email， 因为日本没有在要电话，都在要 email 的，就跟他要个 email， 然后我就可以回台湾之后跟他传短讯啊，看看是不是可以。那个弥补一些那种
怎么讲？高中青涩时期那种怎么讲？就那种纯纯恋爱的一些过往这样子，好，就是大概这样吧。误触恐龙哦，吃汉堡，永远深夜台词，拍一拍就到旅馆了，不可能啦！你觉得有这种人吗？老皮其实讲真的，就真的很老实啊，我是老实人啊，老实皮，对啊，不会做这种事情啊，不会这种事情啊，那大家可以放心啊，对啊。女学生吗？说到女学生，这个我一拜的，什么这个我一拜？QQ 有勾搭过吗？真的假的？你真的有成功过吗？你不要那边讲哦，你不要那边讲，在这上说，哎呀，这个我绝对没问题的啦，女学生啊，多了多了，看多了，我说真的假的？那到时候我就叫你去那边怎么讲，实地操盘演练一次啊，光说不练，视为大忌，懂不懂？哦，这个 QK。今天既然讲了，在场各位观众，到时候我就开实况，我就开实况啊！我们就在这个验明正身，到底 QK 是不是可以在东京把到好这个日本的女高中生啊？就是有没有把到是搭讪，是不是可以成功？比如说，哎，我们一起唱 KTV 吧啊，到底会不会成功？好，我们就来看看日本女高中生是不是就如她所说的这样子，轻轻松松哦，就搞定。哦，这个我们就有待这个证实啦，有待证实啦。好啦，我们今天 QK，你已经讲了，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，讲出来就不要跑，讲出来就不要跑。我最讨厌别人光说不练啊，最讨厌别人光说不练。日本不能乱拍啦，对啊，日本不能乱拍。我说我要经过人家同意，就是说，哎，不好意思，すみません，私は P さんです。啊，Can I 拍拍 you？Can I？Motel，乱七八糟啊！Hondo desu ka？啊，Kimonji desu ka？啊，没有，Kimonji yang desu。就讲一些阿里亚扎，从那个动画里面学到的那些日文。哦，日文真的不行啊！找平地去，应该平地他是日本料理的那个工，他日本料理店工作过嘛，他们那边蛮多日本人去吃，所以应该是会个几句吧，会个几句。挺爱拍拍 you，不要讲日文，大家别笑啊，OK 啦，就只能说什么すみません，でしょ，いいでしょ，fuck you，还把被打啊，この野郎啊，バカですか？就是这样，我就到时候看看啦。我去日本之前会去先学个几句基本用语啦，然后之后才不会被人家误会说人家是痴汉、变态这样子，就是什么扑宫口啊，就是宫口。对啊，到时候搭电车，真的被人家误会为是什么什么痴汉、电车痴汉啊，什么偷拍啊，什么袭胸啊，到时候怎么办？对不对？到时候我们就真被关在日本，然后没办法回台湾。这样很糟糕哎，这个我一世清名毁于一旦。对不对？我就浪费啦。这样够吗？应该够，应该够了。你把给他喽。单纯想把妹就说嘛，讲那么好听，没有啦。其实我本身是比较喜欢那个，就是怎么讲，华人的女生啦。哦，因为我老皮之前有交过香港的女朋友，然后那个马来西亚、新加坡、台湾，甚至是大陆，我觉得都可以试试看啊，都可以试试看，只要合得来啊，没有什么不可以啊。这个时代已经变了啊，这个我觉得 这一生说来者不拒了，我就是没有女朋友啊，来者不拒了，好不好？你只要有心，你想要交往的，没有，请你到弄一下专线，空吧，空空空，给我你，空空空空空空空。老皮真女友专线啊，这个如果你真的可以的话啊，这个你如果刚才你有仔细听，或是你这个得到够深，道行够深，你应该听得出我刚才的意思了啊。就是如果就大概这样了啊，不管了，不讲了啊，不讲了。好啦，日本也是华人啊。好啦，那我们今天时光就到这边吧，已经10点了，好不好？那就先这样了，那就先这样了。OK，那各位观众晚安啊，我是老皮。然后明天晚上要去演讲，可能会晚一点回来。如果真的可以，我就在那边开台。但是我相信应该是不行啊。如果可以，我在那边开；不行的话，明天可能就不开台了。哦，或者说，晚上回来11、12点再开台，好不好？那就是这样子。如果说晚上不在，那请大家帮忙宣传一下，说，哎，明天晚上老皮去演讲，所以他人不在，
OK， 好啦，拜拜拜拜，晚安喽，拜拜，拜拜。